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独家干货台军三军联合操演回忆录中小意外。昨天文章里提到的五油三水，经台湾小哥专门问过驾驶员后得知，实际上在 CM-11 坦克并没有三水那么多，只需要一个电瓶电检验而已。因为发动机是靠气冷冷却的，三水只是一个习惯称呼，有可能是从其他车型延续下来的。特此纠正关于昨天大家的评论，其实不用担心，它不会被查水表的。车号不同于部队番号，在台湾甚至有重复的现象，在咱们这边也有过对车组的宣传，例如2015年的朱日和27级某旅的208号59直接就上军事报道了。另外，本片对台军的装甲兵训练讲的并不算多，在回忆录系列结束后还会专门出一个台湾小哥从普通士兵成为炮长的心路历程，其中就讲述了台军的装甲兵培养和训练的内容，敬请期待。以下是本期正文，续上期很快的，纵队逼近了往沙溪，一二号车在经过往沙溪前就往右转，开始往东方的仁寿山开去，而我们在过桥后，身为第三号车的我们也右转，4.5.6则更往前一点才转。此时机步的装甲车早已在前头做射击，并等待坦克部队爬上斜坡逼补他们的位置。在平地的路段，一发破甲榴弹在5秒内就撞进了炮膛内，刷地一声，40公斤的钢制炮栓便弹上来，将炮弹牢牢地锁在炮膛内。装填手将身子变退回位置上，避开炮栓后方，他牢牢地抓紧周遭的坚固物体稳定自己，准备打靶。很快74车开始缓缓地爬上了斜坡，当底盘一往下回复到水平的瞬间，我用最快的速度将炮摇到目标区上，接着启动了稳定，准星就这么定在原先那时靶座的位置。而在白昼镜中还能看到靶的残骸，但其实也没多糟糕，只是有点东倒西歪而已。顿时隔壁车的炮声大作，一颗暗红色的球体向一号靶奔袭而去，漂亮的打穿了板，在后方制造出土喷泉，那是一号的连长车打的。第二炮二号排长车也命中了目标，就在我要准备进行射击时，意外就这么发生了，我的稳定系统被截断，我的主炮震了一下，机件似乎也停止了自动运作。即使我的白昼镜画面中没有任何的参考点，我也仍能感受到炮塔有所异样。我马上往后退，看着炮塔栏与底盘，惊觉稳定已经关闭，我马上询问装填手是否将我的稳定切掉，没想到他竟然说对呀、啊、哈哈哈，被坑了。我哭笑不得的马上重启稳定系统，虽然即刻恢复运作，可当我将视线放回白昼镜内时，已经找不到仁寿山的方向，就算透过观察窗看出去也找不到参考点，我们四周完全被黄沙遮蔽，根本无从修正炮管指向。说时迟那时快，车长下达了发射的指令，但我却失去了目标的位置。我望出白昼镜，看向那片黄沙，想起命中所能容许的误差值，想着如果打出目标区的严重性，而我的判断和直觉在半秒之内就告诉我，我必须防止这一发炮弹射出去。为了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和荣誉着想，车长连续对我吼了3次发射的命令，但我就是死命抵抗，绝不发射。车长只能向上回报射手无法发射的情况，好让剩下的车辆继续打下去。74车前进着，最后停在了镜对镜的射击点上，此时才又截断了稳定，剩下的2发都打得很准，虽然靶已经被摧毁，无从比较起精准度，可至少没有出乱子。比较新奇的是，第二发让我观察到了原来破甲榴弹也会跳弹的事实，这是以往我不敢相信的。第二发的弹道却是如此的诡谲，在击中土地时产生了类似爆炸般的烟尘，却又见到一个发着红光的物体往上跳去，撞击地面后又跳过山头，好像打水漂一样。也许该枚破甲榴弹是引信失效才会这样吧。
在射击完坦克炮后，坦克继续往前挺进，上了个斜坡，来到了敌阵地前。庄田手爬出顶门，露出半身，开始操作机枪。此时枪声此起彼落，在目标后方的沙包挖出了许多豆般的瀑布。庄田手在机枪射击完毕后，步兵便实施冲锋，完成了人兽段的演训。我们也转往保利段，准备下一段的操演。而一路上，我总是挂心着那发炮没打出去，会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至少在当下，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争辩。到了五里亭休息时，我开始跟车长解释为何我没有发射出去，他似乎颇能了解。不过就和许多人一开始误以为的一样，以为我是没看到目标才不敢发射。而在之前大家说要避免这状况，因此也有许多人误会我，把此当作是我的错误了。但我也没有特别要怪罪我的庄田手，尽管已经操练了不下五次都没有出错的记录，总是合作良好。在该阶段时阶段，就是上一次的小连勇也没有出过这个问题。但人终究是人，会记错也会犯错，但如果犯的错及时被修正的话，那么其实也就没什么好有严重怪罪的了。你知道你那炮没打出去，害其他射手没有 pips 可以吃了吗？连长开玩笑的对我说。我暂且承认我的错误，因为我既然要择日再行解释，对于不了解实情的人而言，要听冗长的解释实在很容易解读为借口。为了防止对方或任何人的误会，我选择不当下解释，而是日后在这篇文章中跟任何认识我的人说。车长在事后冷静想想是这么跟我说的：还好你那发没有打出去，不然打出去可能在其他山上。车长说的那座山偏离目标整整有一个山头，如果真的打在上面，不止名誉扫地，还会变成危安事件，不要说什么所有的假期都不可能会有，当然检讨会也免不了，我和我们连队也会变成众矢之的。比起累了当下的紧张扣扳机，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台军要是犯错伤了民用目标，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君不见去年雾社雄风三击中渔船后，在遇难者灵堂前下跪的那几位小编助，在快出发前，我们回到了车上，再次做了一次机发电路测试，结果电机发又失效了，而此时也没那么时间再加以解决，因此我决定使用最后的方案，手动机发。所幸接下来所要操演的都没有动对劲，因此静止间的手动机发尚可以接受。对于手动机发的感受，自从装校训练结束后就再也没有过，如今又要重拾感受了。再三发炮炮板，60发子弹机枪榜，这次演练就定胜负了，未完待续。